五个了啊，我要有45个灯牌我才才能完的成任务，哎啊，粉丝任务。欢迎 MyC 不知道啊，感谢你帮我点赞啊，赞赞应该够了，哥姐们，赞赞应该够了，没点关注点关注吧，没点关注给阿姨点点关注，哥姐们。我们这边农村里面就这种生活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天。我现在哈，这个手机里面它要比这个外面哈，就是要黑一点哦，不是要亮一点，手机里面比外面要亮一点。你看我们月亮都出来了，哥姐们，感谢我们随缘，谢谢随缘姐姐家的灯牌姐，你再送一个那个呗，送一个就是你点开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基础灯牌，那个基础灯牌、进阶灯牌有一个高级灯牌。你看你送一个这个行不行，有一毛钱的9毛钱的9.9块的这种你可以送一个行不行，每天你们送个这个灯牌就好了，哥你们要做做数据就行了。看天都黑了，哥你们那月亮都出来了，这个手机里面有点亮知道吧，这个手机里面有点亮，这个、现实的话它才稍微有点黑的。感谢我姐啊，谢谢我姐亮灯牌，对，我就喜欢这个家人们啊，我喜欢这个，每天做个数据啥的花个1毛钱，哥你们谢谢你们啊，感谢我姐破费了。我奶奶都还没回来呀，这人去哪落一天的，等一下回家的路都看不到了。谢谢家人点赞。你们是不是都吃过晚饭了，哥姐们，你看你们都吃过晚饭了，我们都还没回家了，我们都还没有。这山上真的月黑风高的，一天天的吓死人了，看不到走大路呗，哪有大路啊，都没有大路啊，走大路要那个啥，就是要怨好久啊。吃过了哦，来了，天哪，我老板来了，哥姐们，他来了，他背着背篓走来了。全体起立欢迎老板，是全体起立欢迎老板，这咋的这手。我就不给大家看了行吧，我不给大家看了，这一天的这笑死个人了，这人呢遭不住啊，这老太婆子呢。我看了我都笑啊，感谢天鹅姐送的灯牌，你都看了我几个月了，今天我感觉好意外呀，姐姐，太意外了，我们都看到了，都已经看到了吗？好吧，天鹅姐姐，你这搞得有点意外呀，姐。哎，不能看，不能给你们看我奶奶啊，这玩意儿一天早求不是，我来背吗？啊？我说我来背。嗯，欢迎天鹅姐啊，看到了是吧？看到就看到了呗，看到了就看到了呗。哎呀，月黑风高啊，这一天天的。净干这些事儿的，这呵呵我来嘛，啊，哎呀，这天天的，你看人家还给我们拿了橘子哦，奶奶，嗯，这里还给我们摘了橘子的，嗯，看到吗？放到这里嘛，我来背，你这个我感觉你背上路都走不动啊，对对，那玩意儿一个都有十这个10斤8斤的了，知道吧？这玩意儿你看一个都有10斤8斤的。早求不住啊，一天的。这农村里面说白了，这玩意儿拿回去捡回去喂猪。我只把你他妈把我扎去的。你这一天喂了猪也是尽心尽力了，我感觉。我背啊，感谢家人送的啤酒啊。我们地里的南瓜这么多啊。我们那里冷啊，扎多少？还摘多少哈、啊？我奶奶今年种的南瓜有点多呀，哥姐们呢，让你天天想吃肉。的吧他，嗯，我背吧，哥姐们，我背了。我奶奶完了给我把
兰兰，我来背了，你把这个橘子拿上哦。还有两个啊。这么好的南瓜喂猪啊？对呀，农村里面就是喂猪了，哥姐妹们。这真的，咱该说不说的，真的有点浪费了啊！人家城里面就是一斤就得三块钱，这一个南瓜，咱该说不说哈，十斤八斤绝对有哎。一个南瓜几十块钱的东西，他都用来喂猪了，嗯，而且一个南瓜一天一个猪可能要吃，小的话可能要吃三个啊，就两个，确实很可惜。没办法呀，关键猪也等不了多久了，知道吧？农村里面的猪也不用了，你那黄豆都无所谓了。那明天你来背啊？对呀、啊，明天你来背嘛。你看这个南瓜，这南瓜长得好啊，哇、哦！那到了值班那头，哇！天喽，你这个南瓜，这两个南瓜漂亮，这两个南瓜。妈，这个真的不会长。这两个南瓜太漂亮了，哥姐妹啊，这两个南瓜。对啊，这玩意儿我背都费劲了，你别说啊，这玩意儿一百多斤哎。是不是？你笑啥？你笑啥？我是说你这个玩意儿有个一百斤哦，绝对有一百斤哦。你这满满的十层十层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一百斤肯定是。你实在不行，你提两个嘛。我提两个哈。嗯，你提两个，剩下的我来背嘛。哎呀，我坚持一下嘛。对。就天黑了，要早点走了。嗯。那个啊，他婶儿给我们摘的呀。我走到他门上去了，我说尝一个橘子，他给我摘了这么多。妈，那咋子？我提两个提得上来。你抱两个的还抱不上啊？这个呢？哪个？橘子放在里面吗？这玩意儿我等一下我得把这个衣服脱了背。这外套本来穿着户外走路，等一下又不方便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这玩意儿一天的哪这么多的东西嘛，真的。脱个衣服吧。我试一下重不重啊，裤子提一下。重一捆黄的重不重？我这够的吗？够的吗？哇，你这个我感觉我拉了一下一点动静都没有哎。来。你总共拿没得重？背得起吧？还行啊，还行，没有一捆黄豆重，说实在。没有黄豆重。那就把这个把浆都铺上。来，这个。你自己再装到背篓去嘛，我再把你背上行不行？啊，一天天的，真的是，我说没有一捆黄豆种，你马上又给我放个豇豆，真的是。你刚刚背了一下，把你背的累着，走啊，你走前面。你把你挡住的。上不出来这玩意儿。哎呀啊！要你的，你就放到这里就好了。那衣服穿个短袖真的，必须得穿个短袖背呀、啊！这不穿个短袖真的给你累得黑坐黑坐的，着都着求不住。还没有黑吗？快了，姐姐啊、哦！应该再过几分钟就黑了。我们一般的6:50就黑透了，哥姐们，还有几分钟就黑透了。对啊，到了这个点儿，它一下就黑了，知道吧？哪个说你没得黄豆种啊？还有点重，哥姐们呢，这玩意儿一个都有十斤八斤的呢。用你轿车抱啊，免得太累了。有道理，真的。我早知道他干这阵的话，我就把我车开上来了，知道吧？费点油都无所谓。不行，歇一下。这玩意儿确实有点。哎呀。我刚看我奶奶背上这个路都走不动了，知道吧？一起背到去，他还抱两个，你实在不行别抱了，你抱一个，给我放一个。哇，你们家还有路灯了？你们家？你看他们家这个围墙这个灯好看呀，奶奶哥。对啊，你看我姐姐他们还有这个路灯啥的好看啊。哎呦。小猫小的回去了没有？刚刚在山上。啊，走吧。他又把他手机对着旁边，就这样子对着旁边给我拿着。这早上这中午还不吃饭？吃回呀。
哎呦，时候回去喽。哎呀，得谢谢你奶奶呀，超你吃一顿管一天呢，可不是嘛。着了，你看奶奶，你看这会儿路都看不到喽，这个路都是黑黢黢。